百科，世界如此简单。台儿庄古城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心点，坐落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和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古城肇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有天下第一庄之称。古城占地2平方公里，有11个功能分区、8大景区和29个景点，是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古城，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有中国最美水乡之誉。台儿庄古城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活着的古运河，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村庄。台儿庄古城内有古河道、古码头、中华古水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与华沙同属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因二战炮火毁坏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重建的城市。